所以说你来屋子不要去争吵之后，我给你倒点滚水来，你给你敷一下。好的，挨着在三楼来，我给你弄。弄到过人了，是之前孩子是不是三楼都掉的嘛？是什么？踢到拽了。好了，你等等哈，我给你倒点滚水来。来，把手机捞起，我敷了都。轻点哈，这手巾子这痛。我不晓得酒太干了，就干了没得。我别人鸡啊咋弄倒霉，抽个鞋都别穿得人按来起浪到我包我来整点来的。他没给我按住，我还第一回遇到这种事情。这种事情嘛，遇到回就可以了噻，你还遇到机会啊？想你还生个娃儿啊，八月又打漏了，别人真的是人家运气不好吗？还是啥子？哎，那回嘛是我实习生的嘛，我打漏了。你还聊不聊得打架？你来聊不聊？那是我跟你说啊，这几天嘛，你不要去整七整八的，不要动啊。你那个是每天你要记得多敷，弄点热火水来泡哈子，要把那个整得小了都。你看这敷一下咋会红了？这些青泥就变红了。哎，我有温度嘛，那本来就光就冷。那就是用这个温度来把它消了嘛。其实啊，医生不是那么跟你说的。那说的是消肿了嘛。当真的，不是开玩笑的，不要去整七整八的，你手没有好之前。要得了，那些那袖子。你看我找几个包的从咱当时没看见医生看一下。你说医生看到没啊？那当时就是那按的啊，他白雪还在人，他那怪了怪白雪没有按住，然后他跟着后头隔了哈，看到没好兄弟嘛，我们回来，啊，稍微我们饭没吃，后头看到肿瘤多大的，其实我还给他上街去嘞，他上街啊，医生就说只有拿滚耙子敷，然后温水来冲哈子。你看痛点没拿点药给你擦好。不采药的嘛，他也说这种，他就是那个滚耙子来热敷，敷两天嘛就好了噻。这个医生太红了，抽过血，手都整起包了。这说不得啊，那当时医生管我们没有看到，全我们不是那个弄的，他自己干的啊。痛么的还吃了饭噻，不吃饭也倒，我就不归你。我那热的饭在锅头，那我小的很短吃。来，兄弟们，我擦一遍，哎呦，妈！你看干啥子给手洗嘛？手上这个抹掉去。哎呀，那我们经常都在我姨太那边，他在腊肉厂进进出出的嘛，要办个健康证噻。光我把这手给你喷到那点，然后把那根棒，把两根棒棒那句话给黑起来了，你先回去嘛。还早讲，我还看看那句话嘞。你还讨人气讲？你这是不是犟嘛？这看到就黑起来了，你还看一捆的？你都是给看得见回看？漂亮，就是现在我回去了嘛，不看了。哎呦，嘿！
了你，你老就花了，还要给老婆。我还说我给把脑壳洗了才来炒菜呀、啊。还要给老，你洗啥脑壳？等一下我老就回家给你洗，我还老两壶就老完。